现在要弄的就是把后面的凳子拆掉，因为我现在带一只狗，所以凳子拆掉之后，我的工具还有其他东西才好装。哎呦我去！呜，还好买了这种，不然这些地方真难弄，而且都很紧的凳子这些。现在把这个架子拆下来，然后这两天露营，露完营之后就直接去1000公里左右，直接去 Calgary AB 省的 Calgary 去装那个架子。其他美国牌子大概要等3-4个月，而且支持国货嘛，那基本上也是一步到位了，所以不继续过度顶车顶帐篷那些东西，我直接换成一个，到时候大家就知道。Holy shit, I'm so strong.